关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吃完晚饭，我们要去一趟店里，去取一个快递。是萌萌收到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一堆好吃的，结果今天我下班太着急了，忘拿回来了。这萌萌一直惦记呢，因为姐姐的都已经吃到嘴了。而且里面还有小玩具。就在门口，这个就是。本来是给萌萌取快递的，结果在这发现了我姐的电话。刚才她还给我打电话说她的电话丢了呢，没想到在店里边呢。厉害！先不告诉她，我要去她家给她一个突然袭击。拿着姑娘揣兜去啊，走吧。掏出来，哎，电话找着。行，走吧。快走吧，给大姨送电话去，姑娘。快递取完了，没想到还有个意外惊喜。我刚才打开我姐这个手机看了一下，里边全都是弹的视频。因为这个手机里边我姐是没放手机卡的。我给你们看看我姐发的信息啊。如果你捡到我的手机，愿意出1000元。酬谢金，谢谢。我决定一会儿到我姐家还她要1000块钱。这手机是我捡来的。我是来开快递的，这边要1000块钱。啥呀？手机找着了。我们去店里了。在哪找的呢？在店里呢。给1000块钱，你不是说酬谢1000吗？酬谢1000，赶紧的。我记得我装包里了。哎呀，要不上老虎了。我在车上看你那信息了，我看全都是咱俩的信息，弹视频的。我弹视频。完了还有一个，我也弹了，你那不没卡吗？完了，我写的，大神让我写的，说的如果捡到我的手机，请归还。酬谢1000。1000元酬谢。啊。把我电话发过去了。那给1000，那俺们捡着了。俺们不要1500就行。我是没，俺不500就行。别以为就500，多了一分都。你别说话，你就500。我以为我去买东西，我搁兜去给我掏去了，然后我就寻思那个啥，我就重建一下。这你看落店里了吗？重建啥呀？你放这儿，摆过来就放这儿。啥样？这里面是？哎，反了，小心反了，一会儿就反了。哎呀妈呀！哇，我的小弟弟，你这是小紫子，哎，大姨，小紫子，没有，你看我还吃了什么？告诉你啊，你看还有那个啥呢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这个还有这个，真吃完了你，这个你知道吗？老好吃，你的呢？这个更好吃了，那哪个给我吃啊？棒棒，哪个给我吃啊？我问你俩。棒棒糖给我吃吧。不给，不能。棒糖给我。还有这个我也造完了。棒糖给我。不给。棒糖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那个是眉心的，拿那个什么做的？眉子。还有，噔噔噔。太幸福了，这么多好吃的。今天最开心的就是去店里取快递，还有意外收获，赚了1000块钱，结果来了还赖账了。500太多了，1000。不过挺开心的，要不然我姐今天晚上肯定上火了。